三菩提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，华义为正等觉，即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。二真性菩提，实质菩提，方便菩提。真性菩提是真性不变的菩提，实质菩提是具的真实智慧的菩提。方便菩提是善巧随机化用自在的菩提。三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诸佛菩提。声闻菩提是修四圣谛的行者所得到的正觉。缘觉菩提是修十二因缘的行者所得到的正觉。诸佛菩提是佛果位上所得到的最高菩提。